真 uncle 啊，真係 uncle 真係哥哥。佢睇住佢睇住出世啊，呢啲都出世啦。我都睇住出世啊，其實喺報紙睇不過。其實真的放鬆曬嘅，因為其實始終當陣時拍呢個選秀節目嘅時候，其實係壓力特別特別大，因為始終可能自己係星二代嘅關係啦，同埋外界都好多聲音，同埋始終自己都好希望，即係由呢五年嚟講，因為我出道出咗五年，咁其實喺呢五年嚟講，其實好多好多粉絲好支持我，即係支持到依家，甚至當陣時中間可能冇啲舞台咁樣，其實佢哋堅持到依家係真係好唔容易，所以我好希望係去做好先，即係好希望自己做得好好好好，令到佢哋覺得啊。即係張浩年其實又好長大咁樣樣，其實呢五年其實又好努力咁喺度改變緊。咁但係始終可能因為呢個節目結束咗之後，其實我自己反而多嘅係唔捨得，同埋會覺得好可惜。因為始終我真係好中意長跳啦。咁但係今次冇入到呢個團，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一種遺憾嚟嘅。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做呢樣嘢，而且我都好希望藉住，如果我真係晚入到個團，其實我會更加多嘅係可以見到更加多嘅粉絲，因為粉絲真係好支持我，尤其是我喺香港係有好多。新的朋友仔認識到我呢樣嘢，我係覺得我自己係獲得一個新的結果咁樣樣，其實係一件好好嘅事。所以當時冇入到，我會覺得哎呀，咁以後其實會唔會有機會咧做唱跳咧，或者會唔會有機會更加即係仲會唔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去見到佢哋咁樣樣，係會諗好多好多咯。咁始終冇入到呢個團，其實真係會覺得好可惜，好可惜，都煙霧咗一段時間嘅，講真。其實他們當時有拿燈牌的，當時在台上面其實可能公佈排名的時候，即是本身他們都很high的，一直都這樣舉下，那後來就發現他們無緣無故down 了，開始不動都很緊張，其實應該都 feel 到他們都緊張，在想會不會入到呢、這個團這樣。當時我在台上其實都很緊張很緊張，即已經將我的手，即我的手已經是攬在一起，即很緊張很緊張。但是後來聽到個結果之後，我就是當時可能那一刻會空白了一下，會覺得哎呀，今次沒成功到，又是差少少才成功這樣。因為這五年都有發生很多事情，真的都是差少少的成功，所以今次去到第一次，即是去到Idol這個結果樣，都是又是差少少成功，我就會覺得有少少遺憾和可惜咯。是啊，其實因為始終我由細，其實因為他們可能最近就不會特別再跟我說那麼多關於這些東西，因為其實都很放心我的現在，譬如外面做事的態度啊，或者是、自己做事落不落力啊這樣，其實他們都很放心的，即是見到我是越來越成熟啦，進步這樣。反而如果真的說他以前會說過什麼，其實可能是品德問題咯，即都是很希望即自己在品德上面都是越來越好，即不是越來越好，即品德上面一定要好咯，即這件事是最重要，而且始終你出到去你不可以怎樣怎樣啊，都會跟我講清這樣咯，以前會這樣講很多咯，是啊，當然是會在娛樂圈發展啦，畢竟我都入了行入了五年的，即可能在大陸發展比較多這樣。但是藉著今一次即這個節目結束了之後，我見到有更加多的粉絲即認識到我，其實我是會很希望都會有機會的話，都希望可以在香港發展的，都看看會不會有更加多的機會啦，還有都本身在這個節目都認識到一班香港的一班好兄弟，都很希望即可以跟他們有機會合作，是啊，咁當然會想試一下啦。雖然其實我自己係同我老豆會有合作過嘅，咁但係反而係好少同阿媽合作。睇下佢會唔會復出江湖，係啦，會唔會繼續拍戲啦，係啦。咁之後就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啦。如果真係有機會嘅話，我覺得都可以嘗試一下嘅。係啊，其實講真嘅，我自己覺得咧呢、這個名咧其實都創新特別嘅，因為始終其實香港同大陸都一起諗嘅一個團名嚟嘅，肯定係咁。始終亦都係第一次香港嘅選秀節目啦，佢哋用咗廣東話嘅拼音去拼龍字，跟住再加個拉字，其實我覺得其實係算特別，只不過係個名可能廣東話嚟講，即係識聽廣東話嘅人會覺得啊，那個音可能會有少少尷尬，係啦。咁當陣時我其實結束咗之後都嗱聲同翻嗰啲即係講普通話嘅兄弟啦，咁樣就話啊，其實呢個係咁嘅意思喎，你哋小心啲，即係千祈唔好講錯咗。萬一你哋講錯，真係會嗱嘢㗎，係咪？跟住我就佢哋話嚇好大反應啊，即係勁大反應到嚇、啊，原來係咁嘅意思啊，咁點算啊？我話只要你哋即係講得標準就應該冇乜問題嘅。不過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創新個名咯，即係呢個團名其實都幾創新，係啊。其實曾經咧，我好想試下作曲，即係作曲作詞咁樣樣嘅，即係自己都識下啲彈下吉他啊，識彈下琴咁樣樣。咁但係只不過，反而我自己又真係未嘗試過真係去做一樣嘢，可能淨係一小段咁樣樣。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我會有少少擔心個作品出嚟會唔會好咯，所以反而我會喺
諗呢樣嘢嘅前提，我會希望自己嘅實力越嚟越好先，希望又唱得啦，又跳得啦，又拍得戲，咁希望之後都可以回饋翻啲粉絲咁樣咯。係啊，唔該曬，唔該曬。入咗行業啦。可以有少少動作唔緊要嘅喎，係啦，係啦，係咪有啲特別啲嗰啲動作？係啊係啊係啊！唔好意思，我冇頭先冇位聽嘅我，冇位聽啊，好，好嚟啊，可以嚟噶，係啦，做啲可愛啲係啦，冇錯。